你给它塞进去一点儿，把它搅。小乐抓耳朵，小乐你干嘛呢？你这家伙还不老实了。哎，小七看见新鲜玩具了，被分神了。小七还想下来拉他。他喜欢玩绳子，他喜欢拉。看你儿子胆小的，他说我要拉。你怎么胆这么小呢？哎，依林那么乖呢，就坐上面等着。他都看着别人玩，他就。七七，你要拉呀，七七。七七，你要拉呀，你能不能拉？拉个姑娘来。七七，你把那个拿过来，然后把这个绳套到小七身上，小七就能飞走了。